啊，还有沙漠那边没有水源，盖些东西特别好用，比如墨鱼农场，那个墨鱼农场一定不，生怪鸭子是不能有水源。兔子，兔子，哎呦，然后我今天跟个变态一样，就是跟那种爸爸一样，就是一直在弄我的，弄布布的照片。现在我的 LINE 的大头是布布的照片。鼻子变成脸。就回不去了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朱布林吗？哎、欸，第一眼真的就是很像，哎、欸，好啦，勉强啦，可不可以这样啦？那就勉强一下喽。首先就是来到村庄第一件事情。哎、欸，没铁巨人呢、欸？没有铁巨人？哦，有，好。那我想一下哦，墨鱼有啊，而且盖空岛的墨鱼农场是最有成就感的。反正空岛盖那种农场什么的最有感。好，我们就住这里啦。那干哦，不想住沙漠的原因。没有土，没有树。我其实好奇一件事情啊，就这罗挖走嘛，这样按一下，每个人一定都有个家吗？像比如这个吗？你回家之后，好，这样关起来了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不是有点大啊？你要不要进去？要不要进去？要不要进去？你要不要进去？要不要进去？要进去。啊！哇哦，这个箱子棒哎，才走。那我们就先把东西放这儿吧。还有谁需要独家的啊？这可以敲走，边敲边叫他们回家吗？可以像这样吗？刚总听到蝉有填在。头上哦，难怪。来，我怎么叫的跟杰克一样啊？天哪、啊！回去，寻床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床，哎、欸，就这样哦。你的床在哪？
走到床。哇，我觉得少几只村民应该没差吧。话该回去的回去哦，怕你们死光哦。好，还有谁没回家的？哎，其实还好啦，因为白天就睡觉了，所以忘记的姓名的，请跟我来。好啦，算了啦，把他们叫出来。解禁，解禁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反正我白天就醒了，不，白天白晚上就睡着了。有没有箱子？没有。这个哦，这个是随便开的，随便开的一张地图。会不会持续玩下去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现在没游戏玩了，所以只能先，这什么鬼？只能先这样子了。你会做事吗？然后这边是农田，天哪，我要改位置了。都没有。哦，有热带海洋诶，哇哦！啊，反正就是一到晚上我们就睡觉吧，只能这样子了。那其实就这样子，我们会很安全，不用怕村民被怎样怎样的。那再来就是嘞，我看一下哦，哎，就真的没有箱子了哎，爸妈，这边都要没了，这边没了，这边没了，哎。你完蛋了！你给我过来，妈杀人！过来！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吗？啊啊！打猫会掉线哦。不行，刚刚那只猫惹到我了。我没有守护好你们，我的错。哎、欸，我反而开始不知道干嘛了、欸，哎，天哪、啊，我们应该要干嘛？我先去挖土，挖土我们就可以有在这边种树。
就这种声音很恐怖啊！狐狸会吃鸡，我知道啊，猫也会吃鸡呀。怎么有时候听很不舒服，一直听都很不舒服啊？办，我好难过。好了，还是要先挖矿了。没有矿挖就没办法。耳朵好痛，我现在耳朵好痛。哦，这里，这里。啊！好，好，是在 Hello。等一下哦，什么鬼？就这样。他们是会自己找床吗？就里面。然后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砍，看到猫就要砍。过来。你好，好烦哦！我现在不知道做什么。
不能中啊，这个也不行。我不要一个一个挖了吧？好啦，中木惨啊，气死了。对呢，我有火把哦，白痴哦。火把，火把。没有，我本来是在想说，找到村庄，我应该可以不用下矿之类的，就发现不行，我还是要烧东西，因为没有铁匠铺。如果铁匠铺的话，就可以少做熔炉之类的。将对吧、啊？可是前提就是，我还是要下矿啊。我以为可以不用下矿的、啊，这是我以为啊。前下矿都不是我的工作，我都叫别人下矿。我想一下哦，我们现在其实应该要做自动钓鱼机，
所以我们要先找到红石。盔甲做那个我就不好用，我就不想用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找到红石，找到红石做音阶盒，那再用自动钓鱼机，再看曾经空岛的 GIF。哎，高炉可不可以烧石头啊？是不行啊，只能烧那个铁跟金。我知道，我刚刚有讲，我不习惯有盔甲，用盔甲做的。我不习惯盔甲做的。新版的不是用栏杆压力板盔甲做就可以？你是说你在讲什么？你是说不是用就可以了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不能烧石头丝，我想说，我就是想烧，那是可以烧沙子吗？我想说，之后玻璃会用到一大堆。去地狱一趟，哇，要做的事情好多哦。